长。我们找到了你父亲。他还活着。你准备一下，马上去盘龙市。是。K 计划现在开始实施。你们的任务是确保八音盒安全登陆。如果遇到危险，你们要牺牲自己，掩护他。是。可以出发了。是。光复大陆。不成功，继承人。出发。是。刚刚接到部里的通报，两天前我海防公安在山东威海拦截了一个美蒋特务行动组，并将其全部歼灭。部里同时通报，我安全部门今天凌晨在北京破获了一起敌特绑架我反间谍机关人员案，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与盘龙市有关。这两件事情有什么联系呢 ？K 计划 ，K 计划是什么计划？是破坏苏联援建我国军事工业用的特殊钢材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也是国防部和重工业部共同确定的。现在，苏联专家组和国防部专家组正在我市进行考察，为最后确定生产线的选址做出决策性的意见和方案。可是，由于手里掌握的线索有限，我们不知道 K 计划的详细情况。但根据部里得到的情报，在山东威海登陆的敌特行动组被消灭以后 ，K 计划并没有停止，还在实施。部里要求我们摸清敌人 K 计划的详细情况，阻止敌特对我特殊钢材生产线的破坏。为了破获这个案子，部里已经派了一个安全人员秘密来到我们盘龙市，配合我们执行 K 计划的侦破任务。挤啊！哎，别挤啊！哎，别挤啊！让大爷先上车。那误了怎么办？哎呀，误不了你啊！慢着，慢着。误了你负责啊！哎呀，要是把你误了，我把你从窗户外扔进去行了吧？你怎么说话呢你？别挤啊，慢慢来啊！大家别挤啊！朝鲜人民军四平，那儿就是换风口，对，进风的。那个炉子上面的那个就是下料的，就那个是吧？哎，对对对，你再看那个。爸，四平，怎么样？擦擦汗吧。师傅能教我呢？是吗？我爸呀，最爱给人上身。你呀，坐下来请教。当然了，我师傅。爸，给师傅。喝吧，你喝吧，你喝吧。肌肉
顾问朋友们听见了吧？志愿军又打胜仗了，他们在前方豁出命来保卫祖国，咱们也不能落后啊，是吧？对，工友们豁出命来一起干啊，干啊！海东，来，文师长可傲你。哦，好，马上。怎么样，明辉，还习惯吗？习惯。这次啊，物理派你随苏联专家组到盘龙市，是为特殊钢材生产线的建设摸底来的。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建设，你的任务很重啊。文华阿姨，你就放心吧，我是憋着一股劲儿，就等着往外使了。太好了，文华阿姨。哎，海东，明辉，今天工业局要讨论任命你为重工业科科长的问题。好，局里找我谈过了。我还听说重工业部想派你去德国留学呢，这段时间两件事情都放在一块儿了，你心里怎么想？我想留下，虽然我的领导经验还不是很多，但我觉得他们应该给我这个工作。为什么？刚从苏联回来就当上了厂长啊，这已经是对他的重用了。他才26岁，太年轻了。局里任命他为工业科的科长，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林海东在苏联学的就是工业管理，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专业军人。这样的干部应该重用，应该把他推到工作的第一线去嘛。要我说，重兴厂呢，是我们市最大的工业企业，也是工商业改造的试点厂。哎，眼下呢，苏联援建的生产线又在重兴厂考察，部里是一天几个电话的追问情况。啊，这副担子，云海东我看呢是肯定担不起的，太冒险了。我认为不行啊，差一点。哎，老郭，你的意见呢？你们说云海东年轻，可我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是团长了，带着千把号人攻山头夺阵地。哎，王和啊，你过去当过爹吗？没有。你现在四个小子跟肉球似的，你不是当得挺好？小赵，你过去养过孩子吗？现在你是一儿一女，养的是又肥又胖。不要动不动就拿经验来吓唬人，谁的经验不是摸索出来的？啊？局长，嗯。郭局长说的对，我们谁都没有经验，谁的经验都是后天学的。我看不是云海东没有经验，是你们这些人呐，嫉妒年轻人。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一声都不吭。我说话的时候，你们也把嘴都给我闭上。我的意见，云海东可以当重工业科科长，要是他干得好，我这个局长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他。局长，要不这样吧，按照集体研究决定的程序，我们表决决定这个云海东是不是能够当上这个重工业科科长的职务，同意的举手。哎，老黄，你当重工业科科长的事情，局里没有通过。为什么呀？决定是以组织的名义集体做出的。你要正确对待。哦，海东啊，科长当不成，正好去德国留学啊，将来你就是中国最出色的钢铁专家。不，我要留下来。哎，为什么呀？祖国建设需要我，我更愿意接受祖国的挑选。不走也好，明辉也回来了，有一个人
他也要回来了，会和你们在一起。你们的爸爸。真的？组织上调他回来担任省委书记，他会和你们一起生活。真的呀？真的，太好了。1953年，全国人民有三项伟大的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第二，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建设计划。第三，首长，饭已经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我还真有点饿。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咱们走。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哎，我的文件包呢？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在车厢了，我去取。赶快去。小朋友们，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叔叔所在的营奉命夺取59.9高。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没什么油水，100来万，2件衣服，1支枪，见者有份，枪归你，其余的归我。我不要。那就谢谢，后会有期，我会还你这个情的。我话还没有说完，钱我不要，你这个人得留下。你给我放明白了，别自己找不痛快。你还吓着我吗？你弄疼我了。哼，你的鼻子还弄疼我的手了呢。听完了黄继光叔叔的英雄事迹，饶命，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下次再也不敢了。电台来修。别愣在那儿，去拿根绳子，再把乘警叫来。我真的饿了，我中午没吃饭，要不我给您留点儿。像你这么能吃的姑娘，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同志，我们商量一下。商量什么？我吃饭的时候，您能不看着我吗？慢点啊！好，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呦，哎，好沉的，好嘞。嘿，行，一直就行了，一直就行了。啊。请问，这是林书记的家吗？啊，哎，他是谁啊？你是谁啊？是赵小年，我叫赵小年，是省委总务办派来的，是首长的工勤员。嘿嘿，怎么是个小丫头啊？我不是小丫头。我叫赵小年，是省委总务办派来的。赵小年同志，你今年多大？20。不对吧？顶多18。我是20，属鸡的。介绍信里面都写了。哼，
介绍信里面写了你属鸡吗？是写了，我还写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要不是派到这儿来，他们早就批准了。我有介绍信，信呢？我有介绍信。明辉，别闹了，你看把人家吓的。哎，你吃饭了吗？我吃过了。好，你先到屋里去休息，工作人员宿舍在里面呢。你们不是在搬东西吗？这我行，我来。哎，不用了。小同志，没事吧？没事吧？啊，来，起来，小心点，没摔破吧？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我从不用别人的东西。嗯？怎么，怕人投毒？如果这样的话，那饭里也可能有。不会。为什么？您吃过两口啊。你在哪儿学了那副拳脚啊？一个身高马大的小伙子，被你三拳两脚给制服了，啊？这您可不能怪我，您得怪他，是他太没用了。哎，妈，您在想什么呢？百合，我们谁先提出回大陆来的？不是您，也不是我，你忘了，是伯父，他要我们回来的。我们可以不答应，但您还是答应了。百合，妈知道你在英国并不开心，想回来看看。可你难得在那里找到称心的工作。妈真不希望你回来。妈，我知道爸爸的死对您是一种非常重的伤害，对吗？百合，妈这辈子只剩下你了，只要你愿意的事，妈什么都肯做。我想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我生父是怎么死的？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我来之前，组织让我填表格，有一条我没填过，就是曾经听父亲说，我生父是战死的。你比我大两岁，你应该知道啊。我好像听父亲说过，你的亲生父亲是在战争中牺牲的，他中了很多枪，死得很壮烈。他是英雄，对吗？可以这么说。这样我就放心了。我想，我绝不会辜负他，我一定会成为新中国最优秀的翻译，我有信心。你一定行的。你是东方大学最优秀的学生，我相信你。快。
这是什么？哦，您的残废金，这个月的。怎么还剩这么多啊？行，摔疼了吧？来来来来，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每个月给胡德才和李三宝各寄50万吗？好，从这个月开始，我已经从救济金里给他们两家解决了。这该扣的钱呢，我都替您扣了，剩下这些，您留着自己花吧。哎，刚才我在报纸看到，这苏北老区又遭了旱灾了。哦，你就把手把这个钱给他们寄过去，另外顺便写封信，哎，千万别署我的名字啊，让他们想想办法打几口井，自己度过灾年嘛。您光想着老区人民，您不想想那边？哎，我还想着哪边啊？您和新云早晚还不得成家呀？说什么呢？老郭，把衣裳换了吧。怎么，坐呀？哟，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新云，你忙，我走了。这两天厂里忙，过两天我去看我姐和小小。局长，我先走了。来，新云，来。这是什么？我的残废金。你的残废金给我干什么？你先帮我收着，将来。我的粮田你也帮我收着，将来我们办事的时候好用啊。老郭，这个你还是先拿着吧。嘿嘿，新云，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呀？再等等吧。还等什么呀？我喜欢你，你也不讨厌我吗？啊，把衣裳换了。嗯，你怎么就不体谅我的心情呢？我怎么不体谅啊？你说还让我怎么体谅啊？我又没逼你。新月，你说你还让我怎么样啊？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感激你。我知道你心里边还是放不下他。是啊，他就是走得太急了。刚一结婚，他就去了南方剿匪。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是啊，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军人呐。爸，我回来了。有吃的没有？四平回来了。戴阿姨，我饿坏了。你没吃饭？厂子里吃的，三两杂面窝头，一碗青菜汤，炉子前站十几个小时，齐天大圣也饿晕了。先喝点水，我带了几张茄子饼。我去给你热热，马上就好啊。戴阿姨，我就盼着回家能够看到您，您在这儿啊，我就饿不着。先把衣裳换了。哎，哎，你怎么就上10个小时班啊？你们现在不是搞劳动竞赛，要上12个小时班吗？我请了2个小时假，去了趟副转军人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啊？我想让他们给我换个工作。换工作？哎，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啊，哪都不能去，你就在重兴厂就当炉钳工。爸，我根本就站不下去了，我这腰伤老犯，疼起来就跟断了似的，一天站12个小时，我根本就站不下来了。你不就是腰疼点吗？啊，跟你一块从前线回来的，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根本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吗？你想想他们有什么克服不了的？你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爸，行了，就这样。你的情况特殊，你是转业军人，
又是我郭大义的儿子，哪都不能去，就在重兴场，就当陆谦公。回来了，啊，回来了。吃了吗？没吃，我给你做。在局里吃过了。哦。哎，小小呢？在隔壁奶奶家呢。哦。刚才我在郭局长家碰见二妹了。哦。哎，那你没问问他，他跟郭局长那事怎么样了？嗨，当着郭局长的面，怎么好问呢？哦。不过你这个当姐姐的，倒是应该问问。郭局长对二妹啊，那真是上心了。啊！你回去劝劝二妹，叫她别犯倔，早点嫁过去，省得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嗯。那我明天就过去劝劝她。今天是你的生日吧？我还以为你忘了呢。我今天特意给你扯了块布，明天把它做了吧。怎么又花钱呢？慢一点啊！哎呦，林书记，好的，林书记，林书记，好，哎，林书记，你好，你好，林书记，林书记，哎，林书记，哎，书记，你好，文华市长，我又回来了，欢迎你回来，怎么欢迎啊？你这次是只身回盘龙，万人空巷，单石湖江做不到。不过，我们市里的领导可是都来了，怎么样？还算热烈吧？好，谢谢大家。爸，爸！哎呦，我这俩小子哟，哎呀，脸上都不挂鼻涕了。看来苏联的洋面包都没有白吃，有收获啊！老同志，小鬼，去哪儿啊？要不要我送送你啊？我送送你吧。啊，不用了。行吗？可以的，没问题。看来您不光是老党员，还是个大干部。没有，没有。再见了，老同志，我走了啊。当心啊！哎，再见。哎，弟妹。大哥。弟妹。大嫂。回来就好，太好了。这是百合吧？伯父，
哎，伯母。哦，史先生啊，你好，你好，你好，于首长回来了。对呀、啊，他又回到我们盘龙市了，不过这次不是在市里工作，在省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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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好，好，再见。好，好，再见啊。是吧？是。对不起啊，你没事吧？对不起啊。没关系的。真漂亮。谁啊？我说对不起，他说没关系。那位啊，哦，嗨，走吧。文华，我这次一回来盘龙变得漂亮了，两个孩子也出息了，喜事真是接二连三呢。你那是接二，我这儿啊要给你一个连三。什么连三呢？老林，最大的喜事，丫丫找到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女儿丫丫，她还在，她还活着，组织上已经找到他了。他现在在哪儿？你先别着急，我们也是刚刚才得到消息。丫丫现在是公安部安全部的一名侦查员，组织上已经给了他假，让他回盘龙市来和你团聚。他这次回来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行动是保密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具体行程时间，只知道他这几天到。丫丫，哎呀，当初他妈妈一生下他来就牺牲了，我从来都没有指望过说是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个孩子我从小就没见过他长得什么样。欢迎你，林响同志，我们早就等着你来了。谢谢。啊，到了，就在这儿。文华阿姨。哎，明辉。爸。哦，在这儿啊。海东，来。爸，这是我们的房子，快看看。来，你看，首长回来了，快收拾干净了。哎呀，来，爸。首长。啊，首长。你好。爸，这是炊事员老罗，那位是工勤员赵小年。哦，老罗同志，你好，你好。你到这儿来是帮助我工作，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要麻烦你的啊！哎，帮助不敢，我替首长服好务。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要叫我首长，就叫我老林。谢首长。哦，这个小鬼，丫头，首长叫你呢。首长。小鬼啊，以后咱们也是一家人了啊！欢迎你到这儿来工作。啊，首长，这丫头刚参加工作，有点认生。没关系，没关系。您先看看您的办公室，昨天晚上云同志和石同志给您收拾了一夜。哦，您先看看您的书房。啊，在哪边？这边。哦。
怎么样啊，小赵同志，你又该说对不起了吧？行，快去。嗯。哎，小赵，伤着没有啊？啊，来。嗯，小同志，你是不是让我爸给吓着了？我告诉你啊，我爸这个人呢，看上去是严肃了一点，可一点脾气都没有，对人可好了。啊！哎，首长，您找我。哎，对对对，来来来，小年，来，你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来，孩子，那个，我呢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来来来，你先坐这儿。来来来，坐坐坐。来，你先坐下。小年，咱们随便聊聊。你的父母都健在吗？嗯。哦，他们身体都好吗？嗯。哦，那就好。嗯，那个什么，你是不是对他们感情很深呢？很爱他们？哦，这么说吧，比如说你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你的父母了，这么说吧，你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的父亲了，那么你心里会不会想他呢？会。会。好，来来来，拿个苹果吃，啊，你吃苹果，你吃苹果。嗯，来，咱们接着聊啊。你比方说，嗯，就是你这个父亲突然找到了，你这个心里会不会很高兴？会不会认他呢？我不知道。那你再好好想想。哎，你呀，使劲想想。你比方，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的这个父亲突然找到了，你心里会不会高兴？会不会认他？首长，他们来了！林夏同志回来怎么？你是丫丫？